禅，赏月呢？师傅，你看，那朵彩云都追了一晚上了，还没追到月亮。嗯。我想，他们要是会说话该多好啊！把彼此的心意都跟对方说一下，也就不用这么追追停停了。彩云追月是因为彩云喜欢月亮，大概追的那一方注定会卑微一些吧。追一晚上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卑微。哎呀，那不是谁先说谁就输了吗？哼哼，喜欢之情哪会论输赢荣辱呢？那也。若是情深，就算卑微到尘土里，也会从尘土里开出花的。难道喜欢就必须这样吗？不一定哦，喜欢有很多名字，有时候叫卑微，有时候叫付出，有时候叫相思，有时候叫脸红。哎，师傅，你看，彩云真的脸红了。